康是什么样子哦。天哪，要跟汉娜说再见了。嘿，小爱，什么事？你说你在找家人对吧？如果不介意，可以加入我们，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吗？可以吗？我很希望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，能有像你这样的车子来帮我。可是你知道我很小，而且。